上12点呢，大家吃完饭就会跑来这边坐着。在德州很多这种餐车，今天来的就是这个甜点甜甜圈店。今天来的是这一家，它是特别卖现炸的甜甜圈，然后跟各式冰淇淋啊，或是各式蘸酱放在一起，非常非常有名。这一家超级好吃，大家一定要来，超好吃甜点店，晚上开到12点哦。这个是我点的饮料，是 lemonade， 它有草莓跟柠檬的柠檬汁。的餐来了，这个是现炸的 donut， 然后这个是那个有蜂王乳的蜂蜜，就是让你把这个冰淇淋把它整个倒下去吃。这一个超好吃，叫 nutty donut， 来吃看看吧，超 crispy 的，好脆哦，但是是非常非常甜的。所以你就偶尔吃一下吧，大概一个月吃一次，每天吃的话应该就会变成肥仔了。那我们开吃啦。好脆哦，很酥，之外外面的糖霜很脆，整个超香的。大家看，哇，看得到吗？里面很像那种炸面团。好吃，甜甜咸咸的味道，它的冬呢除了甜之外还有一个咸味。在德州有很多这种小甜点，像这是炸的甜甜圈，还有另外一家是炸的比士吉，也是非常好吃，居然把很多料加在上面。嗯， NJR 社区附近的饭店，今天来介绍就是这家 Origin Hotel。 啦啦，已经进来了，却硬了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room tour 吧。这边因为是在算学校附近，算是比较有文艺气息的一个 hotel，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 room tour 哦。 Let's go。 进到房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 bar， 右边就是厕所啦。来看浴室，它是属于干湿分离的。这间 hotel 很新，几乎是2022年才刚盖好的，所以我怀疑这一间可能都还没有人住过，我是第一个住进来的哦。所以干湿分离的这个浴室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时尚感一点。来看一下它的备品是什么，英国的耶，大家可以来洗看看。这个是洗手的，然后这个是 body lotion， 它还有给你 body lotion， 好棒哦，等一下来洗看看。那会不会到饭店有这种备品就很想要洗澡？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肥皂。那来看看里面的沐浴乳是什么口味好了。沐浴乳的话，这个是 Warm Walk Body Wash Shampoo Condition 都有。 Gully 的应该是一个新的牌子，这个我没有看过，等一下就可以来洗澡洗看看它是什么味道咯。门左边有一个很大的镜子，可以在这边照相的。Angela 今天穿得非常的休闲，然后墙壁上有很多这种比较文艺气息的感觉。这就是 single 的 king bed 啦，这样一个人睡觉真的是太舒服啦。然后这里可以放你的那个大衣们，这个是那个吹风机。你可以把你的洗的衣服放到这里面，它会帮你送洗。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，这个是哦，请你吃的一个巧克力耶。他说这是1885年的公司，它是很 famous 的 Texas 的 chewy 巧克力，里面有 pecan， 有那个核桃啊等等的一些 caramel 焦糖口味的饼干，说是很有名的德州的饼干。那等下来吃看看。这个时钟好可爱，我好喜欢这种复古的时钟哦。饭店里面的这个柜子里面是通常都是会装一些，比如说笔记本啊什么的啊，笔记本在这边，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写字或带回家。
这个床就让人家很想要跳上去睡觉哎。然后这里有一个，你可以在这边看 YouTube 哦。所以如果你要看跟着 Andrea 去旅行，就可以在这边按 YouTube 就可以看到了。然后这是 Andrea 的旅行小包包，我很喜欢这种地毯的感觉，这样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可以拖鞋走路。它这一间饭店没有附拖鞋，所以我平常旅游的时候都会带自己的拖鞋。我现在在充电，大家就可以来泡个这个茶叶啊，还是饮料来喝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coffee， 吊挂的 coffee。哦，我知道啊，它这是绿挂咖啡，把那个咖啡袋吊在上面，然后是用这个，这是一个传统的吊挂咖啡在用的热水壶，然后冲这个吊挂咖啡。等一下来试看看。这是他们推荐的咖啡豆，然后这边还有的是原本饭店附的咖啡豆啊，这个不是咖啡豆，这个是 English Breakfast， 这是红茶。我最喜欢 English Breakfast 的红茶了，大家来泡看看。然后这边有很多像书架类的东西，可以放，比如杂志啊。大家会想要把家里布置成这样吗？我觉得这个。这样蛮方便，就可以吊很多不同的格子。然后这边就是冰桶啦，哇，这个勺子好可爱哦，蛮用心的。然后 Andrea 还有最喜欢就是，我觉得窗户前面一定要摆一个这个椅子，这样整体就会很想要坐在这边喝个茶的感觉。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属于比较文艺气息的感觉。应该不是直接泡的吧，里面是真的咖啡粉耶。这样子是要怎么喝呢？直接冲吗？就是阿拉比法豆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介绍，好像是直接把水倒进去这里面耶，有可能吗？他是说这是 hand 豆，他是直接把这个豆都倒进去，咖啡粉倒进去，是蛮香的啦。可是我没有喝过这种直接把咖啡这样冲的，用这个冲。就可以喝了，它上面是这样教学的。那好哦，我就等它沉淀之后就可以喝了。他说这个咖啡喝起来像黑巧克力太妃糖，那就来喝看看吧。嗯，还真的蛮香的。蛮烫的。洗完澡休息啦，可以一边看 YouTube 或是 Netflix。 我在看我自己的 YouTube， 哈哈，这一篇是喂马的那一集，想要看喂马那一集可以按右上角哦。今天应该就是一整天待在房间的行程了，肚子有点饿，来吃他给的这个糖吧，吃看是什么味道。他说是德州很有名的 candy 哦，
我觉得有点像牛轧糖哎、欸。很香哎、欸，是那个是什么味道啊？好熟悉哦。我觉得很像那个，很像那个南枣核桃糕的味道。南枣核桃糕的味道，来吃看看。我觉得亚洲文化跟西方文化都有那种异曲同工的感觉，这吃起来就是南枣核桃糕，南枣核桃糕味道哎、欸，嗯，好好吃哦。里面有核桃，然后有他说是卡姆，就是那个焦糖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南枣核桃糕，南枣核桃糕可能还稍微比较营养一点哦。嗯，好吃。